剪好了过后，不舒服的地方重新再编排。你看这根本身是这样翘的，你把它编下来，编的就是我以前讲的这个空间对空间，这个空间这个空间都要看通，看通身体。哎，那么前面身体不能挡住，这个是正面，正面从基部一直到上面不能挡住，都要看通。来，一节肢，二节肢，三节肢，这样出来，一节肢，二节肢，三节肢，四节肢，这样推出来，然后形成弓，这样一块云片。不舒服的地方，像这种地方不舒服，你编排一下。你看这种小纸条，粗度不到不能剪，停在那里，明年粗度到了才剪，编排一下，要这样一点。看起来那个空间很舒服的。所谓九度把它弄弄舒服就是了。哎，编排一下，这样一片到时候，那这根有点巧，那么局部的再看一下，看上去都要整齐划一的那种。这个头要把它翘起来，可以了。那这根呢？哎，有点不舒服。哎，往下平一点是吧？对，但看起来就舒服。到时候下面一片，下面一片，再下面一片，一层一层的，它乱七八糟的，一个朝下，一个朝上。那就把它朝上的上来，朝下的上去，像绣花一样的，这样，这样就好看了。我编排一下，哎，两侧就 OK 了。这个是收派成局的讲究之处。哎，正好放在这个空档上，这边位也是，正好在这个空档上。这个一根要上去，往上拎一根。